没人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学校也没有人。因为这个沿路有没有？这个路线沿路一经过太多大城市，人都跳光光了。哼。对啊，正常来讲，学校人最多他刚开始就一个军营呢，然后后来又经过那个啊 ，P 城、Y 城都有。他最后可能跑到军营去了。对啊，而附近好几个地方都可以跳的。刚开始就有三级包了。对啊，我也拿到三级包。对。直没枪。超穷。三级亏，在旁边呢、欸。坐在水城那里。这边有一台吉普车。
去好了。都可以啊。这没有屋顶的。有没有很多了？没事啊，可以开就好。红枣、啊，红拳，红枣拳，没拿到太多好东西啊，就拿到两只步枪哎，拿到没办法拿。我这边子弹也没有拿到很多的东西，子弹没有拿很多，点点而已。有点东西有点少。还有七六有200颗啊，然后5.56 30。今天这边东西有点少。你如果要三级的那个防弹衣的话，带我标的那个。好。那里就是三级，带一点。好。哦，圈来了呢。我知道啊。
那来就来啊，这第一圈呢。感觉这边被开错了，我就记得我没来这里啊。还是被炸掉的，把门不见了。可能是被炸掉的。很多哎，不对啊，我根本没来这里，为什么被？刚轰炸，门会被炸掉。把油加价了，因为我刚好正在平。嗯。正在加油。都没拿到什么互相的配件，哼哼。蛮穷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灌饮料？好，我手机就放。你没有饮料吗？有饮料。那你就喝一罐呢、啊。我有吃止痛药。止痛药我有四个。好了。饮料。还有人，哪里？在后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听到声音，是我们看到的。他打进来呢，他把打到我房子里面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哪里，可是我们还没看到他的那个身影出现。我觉得他应该看到我。在这边掩护你啊，他应该是趴着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一方向。我看到了，往你那边过去的，往你那边过去的。还有一个队友。他还有一个队友。他那个队友在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这边也看不到。嗯，我来抓一下。他不可能一个人过来。他有，他还有一个队友。对啊，我说他不可能一个人过来。看到了，
好，是，哼，这样，可以收我们吗？去收他们东西啊。他们上一个工地应该不错吧？好吧，收他们。还好啊。那低能儿。我命快四倍金。M 十六还好哎、欸，没有很好。好，我去拿另外一只。哦，多好多好多好。走，回来，我去我们的那个吉普车那边躲起来。我要从哪里打过来的？应该是在 SW 方向吧，是 SW 方向。难讲。哦，不是，从黄点那方向打过来的。黄点。嗯。就一的方向，一方向打过来的。这是没办法解。我看到他，看到他在石头旁边这边移动。没有看到。哦，我看到，哎、欸，这不是，那是鸟吧？车子来的声音。好，他切到右边了，我把车开走。看车子来了。黄主人吗？上车，快点。好。我在赤子东游。好像是外挂哦，怪救我！没人怪救我，他怎么打到我？用车子当掩护，把车子停在我旁边，停在我左的边，不是，我另外一边。我，对，你别先不要救，我先爬过来这边，他是在。左边，他过来的，杀他！靠腰，我打他都不会死。他们有两个、啊。你这样停错边了，你不知道人在哪里吗？我没看到人，我刚没看到人。我就跟你说那个啦，房子那边黄点那个方向人打过来的，那、啊、你就要把车子停在那边呢、啊。啊，我躲在车子后面，就他跟过来的。他们刚绕过去另外一边，我跟你说有。还有个头，他从那个石头那边，他切从那个斜坡，他跑过去右边，他想要绕过去，结果太晚开走。那两个吗？不是。我以为是开车那两个过去的。不是他们，开车那个跑走了。而且他把你一枪就把你击毙。嗯。他刚好在正后方射过来。
一样啊。Go。对哦，然后这里好像没有看到。嗯，有一个过来了。我在对面。但他有可能跑进去，但是他已经过来了。在对面。他把车开走了。哦，是啊。听到了，要往这边，不管他。出现了，有，他的名字出现了。哇，你现在才出现啊。我来了，等你一个下午了都。来不及了，你要再等。刚等二十分钟了。刚刚去放松一下。马杀鸡哦。带女朋友去泡澡按摩啊。
啊，泡澡啊。泡澡不是说要等完等去比较好。啊，房间冷清很冷啊。不是喜欢你喜欢泡热的哦。哦，我和我女朋友喜欢洗很热的水。泡冷泉啊。喜欢热天的时候去泡。洗澡会洗很热。洗到流汗呢。我这边有人。什么？好。有。但是我没有护枪，没事，就是自己。我这边有人，他躲在围墙边。我想，我奇怪，这门都被开过，原来是有人。哦，看到，他跑过去的。然后去哪里了？他往 W 方向过去，跑过去的。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在围墙边了，在。在靠近右手边的围墙边。嗯，两只，有两只。W方向的话，有两只啊，死了。哼，挂了。就手枪有用吗？没有用。啊，我出去外面等你。好了，叫我。哼，哼。原本死掉了。不挂了。我打了很多枪啊，没倒。他在房子里面呢。对啊，两只哦。他在分你的东西耶。嗯。他出来包我了。他十一只的说，我用手枪打十一只，拿另外一只穿粉黄色衣服没有死，我猜，我杀 Q 四倍镜。要叫 NK 一起上吗？怎样？说要再叫一个。你死了、哦？对啊，我把一个打死之后，另外一个从后面打我啊。哼，被干了。哼。要叫那个 AK 上吗？啊，他不是挂机吗？对啊，他的角色是他的账号现在是秀线上。那、啊、你就去叫他。谁在线上？欸、他说我不能打字哎、欸，他说是管理员才能打字。他是几个人玩？三缺一。他上来了。好。两大高手都在这里。可是我超弱哦。这里两个高手没关系，这两个很强的。NK， 哎呦。林奇很厉害，林奇是很厉害的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吗？应该没有遇过我才对。没有。非洲熊还知道我。就是你们要邀我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哎、啊欸，邀的。左边右边。
哦，回来回来 ，Go Go！ 超新手，完全没有东西。不是没东西，是你把它脱掉的啊。没有，我没有任何衣服啊。新手一定有衣服，不可能没有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新手不可能没有衣服，那是骗人的，那是你自己把它脱掉的。不是我一进来他就长这样，那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。是按 play 吗？还是？对啊，对啊，按 play。哦，原来我有衣服哎。我刚买的时候不是进来就是裸体吗？我想说应该是没有衣服吧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进来的时候他是裸体。创账号的时候就有衣服。是吗？我可是我没脱啊，我不知道。随便的，没差。看，那是你自己看得舒服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会说要跳的时候一起跳是吗？对啊。现在几点呢、啊？5点。等下6点多，我就要下线了。所以你还可以再玩两局。嗯。